这边长长有一个长长的立石滩哈，从九点钟到11点钟的方向哈，有一个长长的立石滩。那除了这一张还是第一张，所以通常在家里都上不了第五。那第五张有点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第五张断掉，好像有折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是用针头来做针头来做动作了哈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现在看到左边哈，左边的这一座针啊，上面是有多的水泥形状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在第五座，就现在啊，我们看到船的左手边啊，大概10:30的半空中螺旋那边啊，让它起伏的止损有没有？好，就是我们归山岗的五指山。好，那现在五指山要配合一个日照，好不好？哎，白天来的时候有可能哈，哎，它就躲在海里面啊，风水刚刚挺不稳定的啊，等它开起来是非常的危险的啊。好，10分钟就有人会忘记了，这是正常的啊。身上在船上啊，我的衣绳在船上啊，抱歉啊，船待会开走的啊。
看到了，你看到这就好了。这是谁啊？这是谁？哇！啊，这一杯而已啊。两杯啊。嗯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？我都已经爬不动，你还有办法背泡面上来吃？多久了？啊？啊，可口可乐呢？没有。看看这个年轻人，对，爬山吃泡面。你给我找走。你有这种情况？我的面包变皮包。面包变皮包。你要把你的东西带走吗？带了两个球。
它啤酒除外的话，啤酒除外，啤酒一定有泡沫。那这啤酒呢，今天呢，不是不只是新鲜，还要看它怎么酿。像我的话，我是不喝台啤，我只喝台啤的。你们回去看看，你看看原料有什么不同。好，我给你们一个功课，好，不要老是我在讲。我们已经当讲公讲讲很久了。好，来，我回程了。哎呀！